이거리완전난리야사람들사이는남이야함께하는매순간이 like boom 这家在 Burnaby 开了快十年的烤翅贝，而他家撸串绝对没错。先来一个开胃前菜，麻辣牛百叶，这个汤汁当中加了糖，中和辣味，非常好吃。串儿串上来了，望京小腰，很多北京人都会点的特色菜，加了一片油皮，贼香，没膻味儿。烤翅贝的牛油，每个人都给我去点一份，没吃过的必须去试一试。一口下去，满满的油脂在口中爆裂开来，那爽滑的感觉简直没治了。我觉得我还可以再吃十串。西西也是很受欢迎的一个串串，这个稍微加了点糖来调味儿。烤牛板筋也是北方人很爱的一道菜。需要提一嘴的是，他家的烧烤是属于地道的北方烧烤，不刷酱，不用油炸，纯炭烤撒调料的，所以对于我来说这是非常的对口味的。北方的烧烤就是好吃，捞汁蚬子味道鲜辣，蚬子大个没沙子，让人一吃就停不下嘴呀。烤扇贝、烤生蚝来啦，蒜蓉扇贝，蒜蓉被烤得香喷喷的。焗生蚝上面的芝士我也很爱吃，咸咸甜甜的，根本就懒得想卡路里的问题了。店里的生意一直特别的好，看看门口都开始排队了。最后上来了招牌硬菜，巫山烤鱼。我们点了金牌鲶鱼，肉质鲜嫩，唐石鱼皮被烤得酥酥脆脆的，真的是太过瘾了。关注兔子姐，带你吃喝玩乐温哥华。